我们这个是，如果你还在吃的话，大家可以现在先吃一吃。可是我们这个工作坊，大家进行到等大概十分钟左右的时候，就会要大家站起来，然后移动你的身体，把你的桌子搬到后面去等等之类的。所以现在大家桌面上的东西，希望不要太复杂哈。如果你桌上还有很多零食什么的话，就尽快把它塞进嘴里，放在嘴里比较安全，不会弄到。好，我们等一下要进行的是一个共创式的工作坊。刚刚阿端吴明轩说，现在这个方式是一个人拿着麦克风，49个人在听，49个人在听。哦，但是呢，所以其实这样子场地的设置是很不适合于一起创造什么东西的。场地的限制、空间的限制都会影响我们有没有办法站在一个比较相对安全、站在一个相对比较平等的位置一起讨论事情。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改变这个地理环境的限制。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曾博瑜，我是 Fee， 我是新北市在地深蹲协会的理事长。那我现在是台湾民主实验室的研究员，就是刚刚吴明轩有稍微介绍一下，他是我们的这个执行长。那我之前在，我写答错了，少打两个字，我是写了2014年到2016年的开放政府观察报告，跟美军一起合写这一份报告。那也因此，其实在写这份报告之前，参与过2次 OGP 的大会。这样，然后才有这个机会来写这份报告，观察台湾在做开放政府里面做哪些努力。好，那希望大家，我会尽量讲慢一点，我知道我讲话速度很快，好，所以如果我知道我们有开一个 Slido， 但我个人不是一个这么 fancy， 我会一直使用数位工具的人，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前面有很多壁报纸，等一下我们都会用非常 old school 的方式来带工作坊，好，所以如果我讲话太快了，让你听不懂，或是你没办法catch 到我在说什么，或是你有疑惑不了解的地方，随时打断我，不要因为我是拿着麦克风的人就觉得你不能跟我讲话哦，你随时都可以跟我讲话，所以随时可以打断我但是因为我们还是有一些时间上面的限制的关系，所以我可能还是会尽量放慢我的语速。那但是如果有一些问题是我们没办法在我们工作坊这一个70分钟内厘清的，我们就会在结束的时候或者在私下，我会再给大家我的 email， 可以，我们就可以再讨论。那请把这个当作一堂通识课，共创这件事情 co-creation、 co-design、 co 什么东西，它都是需要很多学习，我也还在学习，很多互相学习、互相理解、体验的过程，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难透过一次工作坊，然后你就有一个 know how 就全会了，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先把这件事情当做今天这是一堂通识课。然后，如果在座有没有人参加过任何公民审议相关的工作坊？有的话，可以帮我举个手吗？给我一点回应。好，谢谢。那有没有人参加过任何？这个林宇常在后面不要举手，你不在我问的范围内。你们这些这个 overqualified 的学员，有没有人参加过任何工作坊？是你要贴很多壁报纸哦，贴便条纸的？有没有人参加过任何像这样子的工作坊？可以的话，可以帮我举个手吗？好，所以也有人参加过。有人参加过，如果你有参加过各种有趣的工作坊，你就已经在共创。共创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共创就是一群人一起创造一件事情。如果你参加过小组讨论，你大学的时候必须要跟一些 freerider 组员一起讨论怎么做报告，这就是共创，这就是共创。所以不要把它想得非常困难，它其实并没有那么难理解。但因为在这个投影片的部分，有一些等一下看到后面，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我部分要使用英文来表达，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在国外留学的人，没有，只是有一些语言很难用中文来表达，所以有一些投影片的部分会用英文。那希望大家可以谅解，我会尽量用中文来讲，但如果没办法表达得很好，我会使用英文来辅助。好，那我讲等一下我的这个课程会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不是课程，这个工作坊会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来讲为什么要共创，什么是共创，然后我们会做一个小小的练习。练习完之后呢，我们会来讨论怎么设计一个共创式的工作坊。今天如果大家各位要带一个议题，有可能是你们部门之间的讨论，哦，也有可能是你们要必须跟你们面对的公民一起来讨论。这时候我们如何设计一个好的工作坊或好的会议，好的会议。那最后就是一些准则，可以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哦，这样子。那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这次的工作坊的议程。好，所以其实什么是共创，它就是一群人一起做一件事情，就这完全就是一个废话。好，这是一个英文的定义，他说什么是共创呢？就是 th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new value，
concept, solution, product, service system or policy together with expert and or stakeholders. 什么意思？就是说，它共创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去一起创造一个新的价值。这个价值可能是什么东西？可能是一个概念，一个解决方案。那有可能是一个政策，有可能是一个服务的系统，或是一个产品，有可能是任何东西。但是你是跟谁一起创造？你是跟专家或是利害关系人，跟这件事情有关的人一起来创造，所以这个就是共创。所以它其实概念非常简单，你们一起来创造一个什么东西。这个创造不是有可能是我参加过的创造工作坊有捏黏土的，所以我们要一起做一个商品，所以我们在那边捏黏土，然后做一个 prototype 这样。那有可能是讨论在纸上画画，讨论说，哎，我的设计这个服务的流程，一开始大家来参加一个活动，前面会先有一个register 先签名签到，然后进来之后我如何发讲义，如何开始我的会议，这些都可以是共创的一部分。好，那我们要看一个影片。
identify their need， 辨识这些不同人的需求。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一个设计一个产品或是设计一个流程的时候，我们通常设计是从设计的人角度出发，我觉得我这样比较方便，我觉得你们一进来你们先签到我比较方便。可是当我们在设计一个流程或是新的概念性的产品的时候，现在很强调的东西就是是什么，是使用者经验。我如果是一个使用者，我打开这个网站，我想先看到什么，我才理解哦，这个网站是干嘛的。或者我是一个使用者，我想要知道政府在干嘛，我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当我们是一个提供端的时候，我们很难理解这些人的需求，所以把这些人找来，跟他们一起参与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很大的减少我们在这边猜测、揣测，还是我们要做一个民调，要收集1000份问卷的这些功夫。所以这件事情，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是，他会 challenge， 他会挑战你原本的认知。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在这个流程中我们最了解，我们是专家。那我很常也会这样觉得，我相信各位一定在某一些领域上，你也会，其实你们都是某些领域上的专家。可是，在设计一个流程的时候，不会有人比当事人还要清楚他们到底需要什么。所以，这个挑战的过程、互动的过程，可以让所有人都在共同学习。来参与的人也会理解，哦，原来专家是这么看事情，或者有一些我们都会常会想说，为什么不能怎样怎样？哦，原来真的不能，原因是什么？这个过程也很重要，双方都是彼此在学习这个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创造出新的东西，然后这个新的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好，所以它有一些好处，有一些困难。它的好处是，弱势群体会开始比较有话语权，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第一个要想的事情，刚刚讲的 stakeholder， 就是谁是 stakeholder， 谁是利害关系人，我这个会要找谁来。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当然要参照很多弱势群体可能平常比较难以发声的这些群体，在这个过程中给他们机会可以参与在里面。那他会有创新、参与跟承诺，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当然我们是一起创造新的东西，所以创新参与是大家共同参与在里面，一起制造一个，一起创造一个新的东西。但是什么是承诺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我今天是办这个工作坊的人，所以你们来提了一堆要求，然后我就说好好好，我们就这样做。这个不是这样子的，共创不是这样子的意思。今天为什么 MSF 就是这个 OGP 的这个Multiple Stakeholder Forum 多重利害关系人论坛，大家一起找来，并不是我们一起来对政府提要求，我们要 ABCDE， 然后你们全部都要做到，而是我们大家彼此说好，那我们为了促成这件事发生，你做什么，我做什么，所以彼此的一个承诺。然后我也可以理解，哦，原来现在做不到是因为什么原因，那我可不可以比如说我们向民间多找一些社群的人一起来促成什么事的改变，或者我们大家觉得可能公部门做不到是因为什么东西没有或没有授权或是没有社会的共识，那我们可不可以这边我们回去在民间做一些努力，做一些参与，做一些什么引导来促成这件事改变。所以它是彼此互相承诺的一个过程。然后所以利害关系人的讨论和回馈就非常重要。大家遇到的困难是什么，为什么现在没办法朝我们觉得都更好的方向去做？那即使有时候讨论完还是做不到，困难还是困难，困难很难，因为我们来讨论，我们办了一个很好玩的工作坊，就变成不困难了。可是彼此了解这个困难之后，互相再回去，再互相说服各自的群体，比如说各位回到公部门，你们的团体、你们的部门里面的时候，你可能可以说啊，今天为什么来参加公听会，这些人会有这样子情绪的反应，你比较能够理解。那这些人回去之后，可能也可以跟他们的公民团体说，哎，为什么今天公部门的告诉我们他们做不到，不是他们在推脱，他们是真的有什么什么的困难。这个过程是很重要，这个回馈是很重要的。最后就是创造连接，因为其实我相信各位都很清楚，应该比我还清楚，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讯息的传递不是发公文，不是 email， 讯息的传递是当你没有信任关系的时候，你告诉一个当时一个人，这个人很快就可以让这个里的人全部知道。所以我们其实是在透过共创过程中创造这个连接，比如说原住民的群体，他们回去可能会有更好的讯息的连接，或是身心障碍的弱势的群体，他们可能有更好的连接方式，或是不同的群体，当我们 include 越来越多人的时候，他们的讯息传递就会更加的顺畅，因此这是一个很好的沟通的平台。再来是滚动式的，刚刚我们讲了很多，都好像在创造是一开始的时候，可是其实共创这个过程并不是在政策一开始发生的时候，是我们在拟定一件事情产生的最之初做完就完了，不是的，是当它我们创造出了一个新的流程之后。比如说我举例，我们今天办这个活动，假设我们今天是共创式的工作坊，我邀请了所有人来，哎，你们想知道什么，
那大家来，我们开始来一起动脑，想说，哎、欸，我想要学什么？我想要学什么？我觉得可以找谁来教？我觉得可以找谁来教？好，我们最后拟定了一个议程，然后我们决定好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决定好一个流程，进来先签到怎么样？那我们在这个之中，我们是不是也要讨论说，哎、欸，那觉得找谁来教教的好吗？比如说大家一起来讲说，哎、欸，找我来教，你们真的有学到你们想学的吗？还是啊，你们误会，其实我专长不是在这个领域。我们要怎么改善？如果我们还要下一梯次，我们要怎么改善？所以它其实是滚动式的过程，包含评估、回馈、苛责，在每个过程都可以共创。所以它是一个滚动式，一直在检讨的东西。那它的困难是讨论人数多卡很难。好，比如说今天作为一个共创式工作坊，在场人数就已经大到有点就是超乎我的想象。这样，我原本心里期待是一个20人的工作坊，结果瞬间来了50个人。这样，所以呢，人数越多，你要掌握讨论的品质跟掌握讨论的议程就越困难。所以人，但是呢，你又要有一定足够的人数，它才有一定足够的代表性。我们在讨论一个政策的时候，很难说我找10个人来讨论就可以决定2300万的人的事情。但现在很多时候常常是这样嘛，对不对？可是我们共创就是不要这件事持续发生，所以我们有可能是很多场，或是数量变得很大，比如说一些参与式的工作，参与公民审议的。会议可能一次到我听过是最多，我听过500人一起开一个会，用共创的方式，然后就会有很多科技参与在其中，比如说你要用这个手机投票哦，或是刚刚讲那个 Slido 的方式提问，因为500个人没有办法，主持人在那边看说谁举手这样，所以就会很多有趣的方法，可是人数真的是很困难，然后心很累，心很累是。我这真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然后我相信公务部门的人会比我更清楚，因为要去沟通是需要花很多心思的，然后沟通的过程中彼此都是很消耗的，可是这个东西是为了产出一个更好的结果，让后面的沟通可以更顺畅，所以在最开始之初，当你选择了共创，这是一些附带成本，可是它会让整件事情更容易。然后社会性的复杂，比如说人就非常复杂，每个人性格不一样，有些人就是要吵架才有办法沟通，有些人要好好的跟他说才有办法沟通，性格很复杂，关系也很复杂。有时候我觉得最难最难的反而不是跟公民团体沟通，最难最难是跟老板沟通。当你的老板跟你说，哎，我们来开一个这个共创式工作坊的时候，或许压力就很大，因为你要跟你的这个不同的利害关系的状况下沟通，其实是很困难的。还有主持的技巧。这件事情也很难，所以我其实现在我知道台湾有一些在培训专业的主持人，就是怎么带工作坊这件事情是有一个专业的课程在培训的，因为如何引导大家，如何时间的控制都非常的困难。好，因为开放政府它这个开放，刚刚阿端花了很多时间在强调的是，它不是只是透明，不是只是把资料给大家，它是协作，是你开放出来的东西对民间要有用。所以因此和公民社会共创就变得很重要。那我们现在又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小活动。那我们现在有帮我贴一下。好，现场应该是有49个人。好，每个人都要参与在其中。对不起，我知道你们可能有些人的这个职位职称比较高一点，或是你很不喜欢，就是不是很习惯跟很多人互动，可是毕竟这是一个让大家体验共创工作坊，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动起来。好，希望大家先把你的桌子稍微收一下，然后我们把桌子往后移到后面去。大家可以尽量的移动，你们等一下在接下来的60分钟内都不会有机会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好吗？好，因为这是一个要避免周围一个人拿麦克风来讲话的情境，所以就大家要跟着我一起站起来，不好意思。
四个。这边可以帮我再贴一张吗？谢谢。好，大家不要这么害羞，请在他这个中间的空间来。我对不起，我知道这对很多人没有体验过的人来说，可能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我不会带大家玩团康游戏，我保证，我自己非常讨厌团康游戏。今天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好不好？不会带大家玩团康游戏，不会叫大家跳舞，也不会叫大家唱歌。好，我们等一下，在场应该是有49个人吗？好，我们现在墙上有5张海报纸，好，代表我们要分成5队，1队10个人，请到海报纸前面排成一列纵队，好，你可以随便的排。当这一队有10个人之后，请你主动的走到另外一张海报纸前面，好吗？好，随便的排，随便的排，好，稍微数一下，看一下你这一队是不是有10个人了。这边还有，这边还有一张，那边还有一张。还有一张哦，那边还有一张，好，可以帮我第一个人发一支黑色的笔。好，看一下哦，1、2、3、4、5、6、7、8，这边八个，1、2、3、4、5、6、7、8，这边9个，8个9个，好，1、2、3、4、5、6、7、8、9、10，可以，3、4、5、6、7、8、9、10 ，OK。这组人特别少哎，第一组可以一个人过来这边吗？因为只有你们有10个人，对不起，我没有发现现场并没有到50个。好，你们现在每一列的第一个人都有拿到一支黑色的笔，对不对？好，等一下我们要做一个比赛，这个比赛非常的简单，就是呢，每一个人要在这个格子上面画苹果，好，画苹果，什么苹果都可以，但是你不能画，你这张纸上你不能画跟已经在上面的一样。也就是说，第一个人画了一个这样子的苹果，第二个人就不可以再画一样的苹果，你只能画跟他不一样的苹果。好，然后我们只有5分钟的时间，哪一组画越多苹果，好，那一组就赢了。所以你要怎么样？你先想好你要画什么，然后你上去就立刻画，立刻画就给下一个，好，好吗？帮我计时哦，准备好喽。什么？一个格子只能画一个，所以你画完就往下画，往下画，往下画，画到你那张没有，你最先没有你就赢了。或是时间到，我们算看谁哪一组画最多苹果，好吗？不可以跟纸上画的一样的哦，一样的不行哦。发挥任何创意，这苹果两个字，怎么样的苹果都行。你画 Apple 13也没关系，好不好？准备好喽，1、2、3，开始。不可以画跟前面人画过的一样哦。画一样就不算哦，放在格子里面哦。好，快快快快快！哦，好。哎，有给我写字的，用画的，用画的，写字不算。那你会多种语言的，不就赢了？好，现在有最多的已经画了6个苹果了。加油，大家快一点，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轮到哦。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样子，大家画这么大个。没关系哦，第一组惊人，第一组画的飞快，好，不用在乎画的漂不漂亮哦，吼，就是你要看得出来跟前面或纸上已经有的长得不一样就可以了。哦，尽快尽快，这组加油加油！哎，给我偷 Google 呢！嚯，大家真的很会使用科技工具，哎，太厉害了！来来来，加油加油加油！我们还有什么多少时间？还有3分半，3分半！快快快快！没有感觉到大家的急迫感，我们这时候是不是要放一点这个很急切的这个背景音乐？我要唱的吗？我不是才 promise 大家不会叫大家唱歌跟跳舞。来来来，加油！不能画跟上面已经有的一样哦。
三分钟，有没有人可以把它填满的？上面其实只有49个格子，所以每个人画5个应该就满了。来来来，加油加油！可以偷看隔壁组画什么，你不要画跟你的纸上一样的就好。可以偷看隔壁组画什么。剩多久？2分16。来来来，还没有人填满。哇，第一组快填满了！快，不要输给第一组。有没有看到第一组有你很讨厌的同事？快点超越他！好，要看得出来是苹果、哦。等一下我会看问说这是什么苹果，你不要随便画一个香蕉，然后给我硬掰是苹果、哦。你要讲出来这是什么苹果，装在篮子里的苹果没关系，但你要讲得出来好吗？哇，我看到有人画苹果日报，太厉害了吧！好，剩最后1分半，快点！还有没有人没画到苹果的？没有，越来越难想了，对不对？越难想了，后面是不是越来越想不到了？还有，加油！为什么有人画钱呢？是什么意思？等一下要解释一下。还有多久？最后50秒。现在看起来，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势均力敌，加油！哎，加油加油！来来来，后面越后面越难哦。没关系，我们等一下用数的，好，没关系。来来来。不可以画跟前面一样的哦。好，我们还剩多少时间？最后15秒。好，8、7、6、5、4、3、2、1，时间到，停笔，停笔，来。请现在在第一个人帮我数一数，你们在做几个苹果？好，数好了吗？第一组几个？37。第二组？37。第三组？34。第四组？25。第五组？39。哇，第五组获胜。好，我们大家先回到中间的地方好吗？等一下，这个不是只是让大家玩团康而已，这是有意义的。来，我们先回到中间位置，请大家席地而坐。不好意思，请大家席地而坐。好，我们要打破这个空间的隔阂。好，那请大家，我们先往这边看。好，都要拿下来，因为我们时间比较不够，大家人数比较多啦。如果今天是小比较小的团体，我就会一张一张来看，说哪一组为什么这样画，这为什么是苹果。但是因为走第五组赢了，所以我们就第五组来回答一下。第五组，来，这是什么？这是谁画的？苹果汁吗？好，那这是什么？苹果耳机吗？哦，好，好，那这是苹果派。好，那可是这也是苹果汁吗？这是倒出来的苹果汁。那这个呢？苹果牙。好，大家在第五组这边，他画的最多个，你们有没有看到你们刚刚自己画的，或是很类似的概念的东西？比如说，有多少人画苹果电脑？举一下手。哪一组？对啊，有人画苹果电脑吼。那有多少人画苹果上面有一只虫跑出来的？
就所有每一组一定都有人画，好，对不对？好，所有人画，有人画苹果汁吗？哪一组有？每一组都有人画苹果汁。好，你在这个里面有没有看到你们那组画了很类似的东西，对不对？明明你们之间没有任何的沟通，但是你们都画了很类似的东西。这个游戏其实是要跟大家感受，让大家很快速的感受一下共创的三件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很关键的事情。第一个事情是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什么叫数量和质量的关系？这一组比较看不出来，但是我相信有一些组应该很明显，就是你越上面的你都画得越精致，你越往下就开始时间不够，越是数秒你就越画越画越潦草，到下面就只剩苹果牙了。这个苹果牙真的是超敷衍的，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因为数量跟质量是有这样子的关系的。你的时间越是不够，你的讨论、你的产生出来的东西会越没有品质，这是没办法的。你想要画越多、越多、越快的时候，你每个东西就到后面，你就会越来越没有质量。第二个事情是，我们都是你在画的时候，你应该会有感受到，因为你不能画跟其他人一样，所以你会怎么样？你会在别人的东西上面创造新的东西，对不对？你会看，这个人画一个苹果汁，我画一个倒出来的苹果汁；他画了一个 iPhone 13，我画一个 Apple 电脑，对不对？一开始他画一个很简单的苹果的时候，我想要画一个有这个毛毛虫钻出来的，然后毛毛虫钻出来之后，下一个人就画烂掉的苹果。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在别人的想法上面创造的，我们都是根据别人的想法，我们在想新的东西出来。所以为什么讨论很重要？第三个是。每一组，虽然我现在手上拿的是第五组，但你们应该或多或少都可以在上面发现跟你们组画的很类似的概念的东西。其实我们提出的想法通常是很类似的，很难在一个既定的框架里面提出完全不一样的想法，这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为什么即使是20人的工作坊，他讨论出来的东西都很有价值的原因就是这样。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我们很特别，我们也实际上很特别，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大家想出来的东西类似，非常类似的。所以这是为什么讨论有意义，为什么讨论有这个正当性，为什么有指标性。好，所以谢谢你们跟我一起玩这个小游戏。接下来我们的工作坊都会让大家在地上进行。如果你真的觉得很不舒服，比如说你身体有一些不能坐在地板上的状况，你可以拿椅子坐没关系，可是我们就不使用桌子，然后大家用比较轻松一点的方式进行，也不需要记笔记，不需要记笔记。这个投影片都会再寄给大家，因为我有一个最后一个晚上才有办法做到投影片的病，所以我没有办法先印出来给大家，但是我都会再寄给你们。好，那接下来我们下一个 part 就要讲如何设计一个好的共创式讨论，有四个要素。好，请大家很 free 的那个，你随时你想要躺在地上，或是想要趴着，我都没有关系，我就这么 free 哈。四个要素，第一个是时间，什么时候；第二个是目标，你的目标是什么；第三个是用什么方法；第四个是 stakeholder， 你的利害关系人是谁。对在哪里？这样吗？好，显然是不行。好，问是我们现在在流程的哪里？这是一个 user design 的 process。糟糕，我用了太多时间，我现在要飞快的速度来讲了。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要做一个使用者导向的流程或使用者导向的产品的设计，我们会使用一个这样子的流程。它是什么？就是我先做研究，大家到底需要什么？你的每个人遇到的需求是什么，痛点是什么，然后我就做一个 ideation design， 就是他需要的，每个人需要都不一样，那他们背后应该有一个共同的东西，那根据这个共同的东西就是一个概念，我们来创造或设计一个流程或是一个产品。那我们接下来就做 prototype 就是什么呢？就是试用品，就是试作品，或是这个 alpha 版，类似这样。那最后我们就是做 test 测试，给大家测试用包嘛，然后来问问看说，你用了觉得好不好用啊，或做民调，大家觉得这个东西怎么样，那我们再做更改，最后我们来评估这产品卖得好不好，为什么卖不好，是我们宣传的不好，还是产品不好，还是没有达到使用者的痛点，使用者没有感觉到我的需求被满足。这是一个在做商品的流程的。那可是其实我觉得
政策设计的流程也很类似，这也是布鲁鲁量表，这是嘉华跟 ETB 做的那个量表，这是在这个流程公民审议的流程中、哦、会有的几个流程。第一个就是问题的分析，一样嘛，就是到底需求是什么，那痛点是什么。第二个就是政策规划，一样，我们知道大家需求之后，我们把它拿过来，我们想找到它背后共通的东西，我们来做计划再规划。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进行 legislation， 就是合法化，或者我们做一个行政命令或做一个流程，然后我们再做 implementation 实行，就像试用包的概念、哦、弄了之后，然后我们总是要这个什么研考部吗，就会来做这个相关的民调来回应说到底大家对这个政策觉得满不满意，或者不满意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最后再做评估嘛，就有一个评估报告，我们这样做有用没用，为什么要继续，为什么不要继续。其实流程是非常类似的。那我们现在在流程的哪里，为什么会影响很大呢？因为如果我们在流程的这里了，我们就没办法说我们要重新设计一个政策，这样子对各位在座的公务人员来说应该会非常的困扰。因为如果我们都已经规划好实行好，已经准备要实行了，然后才有人跳出来说我觉得这个不符合我的需求，大家就很困扰，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在流程的哪里会影响到我们到底要讨论什么，它到底要被告知什么，然后我们要怎么做。所以流程的哪里跟邀请谁怎么讨论就很重要。越到后面我们越难进行像这样子共创式的讨论，因为这些人这些事情都已经做了，他能够决定的事情其实并不多，所以越到后面他更比较像是回馈给 feedback， 然后讨论说如果我们觉得这样不好，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在每一个讨论过程都要留下我们可以一起做什么的余地，如果这个讨论我们没有让你做什么，那这个讨论就是无效的讨论，它就不是一个共创式的讨论，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想达成什么结果，这就是我说为什么我要使用英文，因为呢这三个英文字翻成中文，如果 Google 翻译它都是结果，可是它是不一样的意思，所以我只能使用英文。好，第一个是 goals 就整件事情的目标，它通常都比较广泛的，它可以被观察到然后可以测量的结果。比如说我们讲说我们今天的目标，开放政府的目标是台湾有一个更开放的政府，所以它就很上位，那它可以被观察到，可以，它也可以被测量，可以，可是你它很大，它很难观察。第二个是 objective， 它也是目标或是结果，那它是什么？它是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用可以利用的资源实现的特定结果，所以我会有一个 goals 是台湾要达成开放政府。好，那我下面的 objective 是什么？2020年从今天到12月，我有一个什么目标，大家要一起来讨论什么事情，我们要拟定一个什么方案，它这叫做 objective。 最后是 outcome 是什么？你有 objective 之后你就会有活动，为了要达成活动，有可能是内部的会议，有可能是你做自己做研究，有可能是你们小组讨论都有可能，或是跟老板讨论都有可能，各式各样，或是公听会，各种各种的。那这些活动的结果叫做 outcome。 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层次上的关系的，可是很重要，因为你如果不知道你要什么结果，你就很难。我其实在讨论共创的时候最讨厌人家跟我说 KPI 了，因为你很容易就是为了达成说好我要办十场活动，可是我不 care 我有什么 outcome， 我不知道我这十场活动我到底要什么结果，然后这个结果怎么样可以达成这个目标，这个目标怎么样可以达成那个目标。如果你没有这个一连串连接下来，你就只是在做很多活动而已，可是这些活动让大家很累，因为筹办活动超累的，可是你没有目标，你没有结果。所以这是一个 overview 的diagram， 就是说你最上位你一定有一个大的目标，这个目标很常状况下不是我们可以定的，不太是我们可以定的，有可能是老板、主管甚至总统他讨论出来的一个大的广泛目标，可是我们可能部门的主管我们可以讨论这个，我们的下面要达成的目标是什么，他可能有很多项，那达成这些目标我们要做一些活动，然后这些活动就有 outcome。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到 outcome 的时候，为了要达成这些 outcome， 我们就要设定一个 agenda。agenda 是什么？就是议程，活动的议程。这个活动的议程。那在这个过程中，你都一直想着你的 user， 你的人来的人有哪些人？他们会为什么他们要来？他们想得到什么？这个活动可以给他们什么？能够达成他们的期望吗？讲一个很无聊，但是我很切身相关的例子好了。就是如果你要筹办一场完美的婚礼，那你的 objective 有哪些？你的目标就是完美的婚礼，那你的子目标就会有可能觉得爸妈要觉得有面子，
新娘要开心，这是最重要的目标。各位在座的生理男性朋友，请记得，这是最重要的，其他都没那么重要。这是第一个，你的 objective 一定会有这个顺序的关系，哪一个是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先达成的。好，还有宾客觉得别出心裁，这有很多。那要达成这些目标，就很多仪式或是活动，比如说我要买钻戒，新娘才会开心嘛；我带她去挑礼服，她才会开心嘛，对不对？那这些活动里面呢，它就有各式各样的outcome， 比如说买钻戒是要有一个仪式感，那为了有这个仪式感，我要设计什么呢？怎么设计这个环节？比如说，我是不是先带他去吃一个烛光晚餐哦之类的？所以每一个 outcome 你都要有一个环节的设计。那当然还有很多嘛，比如说宾客觉得别出心裁，我要让要可能是菜好不好吃，它会对宾客来讲很重要。那就要我要去试菜，那或是婚礼小屋对宾客来讲可能会很重要。那你就要问问看说，哎，宾客收到什么小礼物会开心？这是 user。哦，这是 user，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大到很大事，小到很小的事，你都可以用这种想概念去一层一层的设计你的活动。好，用什么方法？有很多很多很多方法。刚刚我们玩的小游戏其实是其中一个方法，只是它没有什么讨论在里面，它只是体验而已。那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 co-creation， 它跟谁可以来参加，你怎么决定谁可以来，谁拥有 ownership， 谁拥有这个决定讨论什么事情的人是谁？好，所以它有两个不同的指标。第一个是openness， 如果你是这个工作坊是由开放文化基金会来主办的，那我有一个选定谁可以参加的过程，这叫做什么？这是专家会议。为什么专家会议呢？因为你们不能来啊，我可以挑选谁可以来，然后这个讨论出来的结果是只有我可以用，所以这是专家会议。但如果每个人都可以来开放的活动，但讨论结果还是我只有我能用的，就是你不能把这个讨论结果带走，那这就是一群人一起讨论，它有点像公听会，对不对？因为我们去办公听会嘛，最后可以使用这个结果是谁？还是政府啊？哦，可是大家都可以来，对不对？有点类似这种感觉。这个呢，这个就是别人也可以做，所以它有点像说，咱今天假设政府举办一个讨论，大家一起来讨论之后，你可以带这些讨论结果，哎，我们想要开放资料，你们回去，你们刚好有工程师，你们也想开放你们的资料，或者你们想参与在其中，你们也可以用，政府也可以做，这是这种叫 coalition of parties， 不同的组织一起在一起。可是这个也是我会筛选只有一定的人可以来，比如说你是工程师你才可以来。那这种呢，就是 community， 就是社群起来，所有人都可以参加，每个人都可以回去做什么。如果你们参加过 G0V 的活动，他们就很类似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回去做很多事情，所有人都可以来参加。哦，这是最开放又最在 ownership 上面最开放的两种层次，所以它其实它是四种分类的方法，但并不是方式。它工作坊的方式百百种，有很多 brainstorm， 你们应该很多都有做过吧？头脑风暴啊、storyboard journey， 这些太多了，所以我没有想要一一细讲，因为真的太多。如果你很有兴趣，你可以上这些网站，我把这个 slide 寄给大家，你可以去看，有非常多好玩的带工作坊的方法。那我们就不一一说。那怎么选方法跟什么有关系？你有多少人参加？比如说有些讨论适合十个人一起来讨论，有些适合五百个人一起来讨论，所以方式是 base 在你有多少人，然后你有多少时间。假设你有一整天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件事情，你就可以很精细的慢慢来讨论。像我今天只有70分钟，我就需要选一些可以很快让它进入状况的方法。然后你要解决什么事情，这个也很重要，还有主持人的技巧也非常重要。好，有时候我们会想要用一些很酷的方法来办工作坊，比如说我们会想要用一些什么 polis， 不知道我们大家有没有玩过 polis slido， 来问问题。可是重点是这个方法能不能达成你的 outcome， 重点是你要一直在设计这些议题，设计这些活动，设计这些这个 action plan 行动方案的时候，你都要想着你的 outcome 是什么，你的 objective 是什么，你有没有办法达成。如果它没有办法达到，不是你的 end result 的话，你就要想，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个，那我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达到我要的 end result。比如说我要的是开放政府，如果我办100场公听会并没有办法真的影响到政府开不开放，那那个东西就跟你的 objective 跟你的 goals 都没有关系，要一直想你的 end result 到底是要什么。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讲 stakeholder， 待会我们要开始做这个游戏。天哪，我们时间上好不够。好，谁可以来参加？我们要做一个 stakeholder analysis。这边是 power， 这些人有多少的权力或他有能力来参加。比如说这些人他很有，这是意愿，他很有意愿来参加，可是他没有能力。比如说他可能住在很远的地方，
或是他可能是身心障碍者，他要过来一趟很困难，或是他有什么样特殊的状况没有办法来参加，那这些人是叫这些状况，在这个状况下，你要让他们知情，他很有兴趣，但他没办法来，那他要知情 ，keep informed。他没有什么兴趣，然后他也没有办法来。那这些人怎么样？就让你们监督，就我们所谓的监督政府，其实只在这个层次而已。哦，监督政府这个层次，那他很有能力，比如说是一些公知、名嘴、或者是学者、教授，但他对这个议题其实并没有什么兴趣。那我们要让他们满意，就是这个整个过程流程都要让他们知道，而且满意。那最你真的要 engage 的，要让他们来的是，他们很有一定会有兴趣，这跟他们的不只是有兴趣，跟他们的利益有相关，跟他们的做的事情有相关，而且他们在这件事情上很有动能的人，你要让他们可以参与在其中。好，所以等一下我们要做一个小活动，让大家做一个 stakeholder analysis。好，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这是很简单的设计流程的方法，有很多种设计流程的方法，但我选了一个比较快，因为我们时间真的很短。好，如果你要办一个会议，不管这个会议是50分钟、10个人的会，还是200个人两天的会，你都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设计你的议程。什么议程呢 ？Intention， 你为什么要办这个会？你到底要干嘛？你 desire outcome 是什么？你要什么样的结果？会议结束之后，你要什么结果？那 agenda 为了要这个 outcome， 你怎么安排你的议程？好，然后有哪些角色？比如说谁在主持，谁在记录，谁在注意时间？一定要有 timekeeper 才不会超时。好，你对参与者有什么期待？来参与的人会是谁？好 ，rules 他们需要遵守什么准则？比如说像我的准则就是大家要坐在地板上，好，大家要动起来，大家要参与讨论。好，他们需要遵守什么准则？他们可不可以用电脑？他们可不可以带手机？好，他们可不可以临时走出去？那怎么样的时间？比如说你要这个议程要多久的时间？那休息什么时候休息？好，这些都是这个在讨论会议的时候，在设计会议的时候要记得的。好，那我们又要来讨论了。我们一样分成，刚刚分成5组，我们一样分成5组，一样一组大概10个人，你们大概就好了，没有一定很那个。如果你现在要办，你们部门要办一个共创式的公听会，听取大家对开放政府的期待，谁该来参加？你先做 stakeholder analysis， 就先找到你的利害关系人，那你要怎么设定这个议程？好，这两件事情，那给他们。等一下，我会给大家这个纸，上面都有已经画好的。好，然后呢，会给你们非常多的笔跟便条纸，你们就把你们认为该来参加的人，好写在上面。谁是应该要监督这件事的人？谁是你们要让他们 keep satisfied 的人？谁是要请他们来参加这个公听会的人？谁是他没有办法来，可是要让他们知情的人？哦，这些人怎么区分出来？可以很大，比如说你可以随便说学者，哦，这样就很大嘛。啊，也可以很特定的人，或是法律学者，哦，就更特定一点。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学校，就更特定一点，都可以。哦，只是想让你们感受一下，在这个过程中怎么讨论，怎么去决定这些事情。好，那可以先帮我分组吗？小小的分5组，一样刚刚的状况，可不可以就直接依照现在你们做的状况，大家就不用再移动了。这边就第一组吧，好吗？然后这边第二组，从这边分好了，会。那谢谢。那这边第三组，会。好，这边第四组，这边第五组，谢谢。
我们公听会的主题是要听取民间对开放政府的期待，细节的子题你们可以自己定，比如说是哪一个部会或是哪一个事件，你大家希望怎么开放，这个没关系。我不会把它收回来，所以大家不用在乎，所以你们都可以共识。对，你们先决定议题，然后你们把觉得要来参与的人，因为你有议题才会知道谁在里面是利害关系。好，你们现在讨论这些议题怎么设定都没关系哦，因为我们不会收回来哦，所以大家不用紧张。大家在讨论里面要互相说服哦。哦，你贴上去之后，一定会有人觉得，哎，为什么这个贴在这边？哦，然后说服对方为什么这个应该是贴在这边。好，现在看大家每个人的海报纸上面都已经有先贴一些了，那我们接下来会发第二张纸给大家，是 I do art 的纸。好，你们刚刚是不是每个人在讨论你们要开什么公听会的时候，你们已经决定了一个议题，那你们就会有一个 intention， 你们的意图是什么？哦，你们会有一个 desired outcome， 你们希望要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哦，那么就会依据这个 outcome 设定一个 agenda。然后有哪些人来参加，这是你们刚刚 stakeholder 已经做出来的，然后还需要哪些人，比如说政府部门的人谁需要来参加，哦，谁会来主持，谁会来记录，有什么规定，你们需要这公听会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天哪， I don't have enough time。 好，因为他们都是英文，如果你不记得的话可以看我们的 slide 上面有写哦，每一个项目我都是照上面的顺序的，哦，大概就好。我们的时间实在太短，所以位置不够，你们可以稍微往外扩一点点。
设定的是开放政府的吗？对。好。路人。公民团体，好啊。对。那我们设定一个好了，今天要办开放政府的公听会，所以你们的 intention 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一起来讨论怎么样的政府叫做开放。好，依据大 intention 是要来讨论一个结果是怎么样的政府叫做开放。那你们 desire outcome 是什么？想要的结果是什么？然后要怎么设定 agenda， 好不好？先帮你们设定一个，怕来时间来不及。你们也可以改动，如果你们觉得这个很难，你们可以改成你们觉得简单一点。刚刚旁边有讨论捷运，有讨论那个猪瘦肉精，对，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看你们自己平常做处理的议题。结果可以是很具体的，比如说它可能是一个报告，或是它是一份清单，或它是一个像这样子的 paper， 就最后大家把它的想象都贴在上面，这样也是一个 outcome。 所以什么样子的 outcome， 它是很具体的东西，因为 intention 就是目标，是为什么要办这个会是很抽象的，但是 outcome 要很具体。比如说我要得一个报告，那也没问题，或是一个建议方案，那也没问题，一份声明，这样可以。Desired outcome， 会议结束的 outcome 要非常具体，比如说是一份评估的报告，一份会议记录，或是像现在这样一份一张海报纸，这样也可以。海报纸上面贴满大家的意见，这也没问题。它要是一个非常具体的结果，然后依据这个很具体的结果，你再去设定你的 agenda。觉得 engage 进来的人，在这个象限里面的人，如果他们都来参加了，那你要怎么把他们分组？这个流程是怎么样的设计？比如说他们来一开始是要签到嘛，他们要怎么报名？然后他们要怎么签到？然后他们来了，你要怎么把他们分组？分成10个人一组、20个人一组，还是总共多少人？这个时候是 agenda 设定里面很重要的一环。不用写那么细，大概你想到有哪些事情要做，这样就可以了。比如说分组就写一张，这样就可以了。
我想这个 I do art 应该是比 stakeholder analyst 更难一点，因为要想东西很细很细节，但是这是一个练习或思考方式的练习，你可以有各种你自己的方法来做这样子的设定。我们最后一分钟哦，很抱歉这次的活动没有很多的时间让大家来处理。好，时间到。好，你们如果还没有做完你们的 I do art 没有关系，因为越后面其实是比较不重要的，越细节的部分，重要的是你们的 intention 是什么，你们 desire outcome 是什么，你们有办法根据你的 desire outcome 设计一个 agenda， 前面三个是最重要的部分，所以如果你没有机会练习到下面没有关系。好好，不好意思，没有很多时间让大家好好的进行讨论，因为要带要做这样子的方式，这一个 I do art 如果要认真的带，就是一个主题设定一个主题，然后带的话，可以带一个多小时哦。然后我们只有15分钟，没有办法让大家好好的练习。可是这个表格，你们现在看到这些问题，当你自己在办筹办活动，或是筹办会议，或是你要今天老板说我们要办一个什么公听会、什么什么会议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来想，那我要怎么筹办？用这个来作为你自己内心筹办的一个标准。你有没有 intention？ 你的 desired outcome 是什么？你的 agenda 有办法让你得到这个 outcome 吗？如果你的 agenda 没有办法让你得到这个 outcome， 这个会议就是无效的会议哦，无效的会议哦。我相信大家都是，我自己做过非常短暂的公务员，我最讨厌开无效的会议了，因为会浪费很多很多的时间跟很多很多的精力。所以你们在设计这些会议，不管是对内的还是对外的，一定要把前面三个事情记得非常的清楚，后面这些细节要一直放在心上。今天很抱歉没有很多时间让大家练习这个部分，真的很希望可以好好把它带完，但是比较困难一点。好，那我最后要做一个概览的总结。我不知道刚刚做到这样，大家有没有感受到为什么要共创？我觉得可能有些人有一些感受，有些人可能还没有。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压力贪食蛇理论，就是压力是一直存在的，它不会因为你现在回避或是闪躲了，它就不见，它会像贪食蛇一样，你越吃，你的压力越长越大。所以等到你到最后，你一直闪避这个压力，不想跟民间沟通，不想要跟有时候不一定是民间，不想跟你的老板沟通，或是不想跟平行部会沟通，有时候你就会一绕最后撞到的时候，就会越来越难闪避。所以压力是像贪食蛇一样，它不会因为你闪躲或你今天不去触碰它就不见的。所以我们要在压力在这个过程中释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但我自己觉得，我其实是一个很讨厌跟人讲话的人，可能看不出来。我觉得每次坐在这边围成一个圈，要跟不认识的人一起讨论一件事情，都很累、很辛苦、很有压力。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感觉到有压力，我们就可以避免在我们决定好一件事情的时候，压力才释放。所以让我们在创造中就把这个压力释放掉，而不是完成后来释放。它是在另外一个层次让你的工作更有效率，然后让你的工作更永续。你在这些过程中你要一直想，我不知道刚刚有一些讨论这个瘦肉精，还有一些讨论这个可能一些跟建设有关的，你们在讨论的时候，你们要想心里要一直想的是，这个东西可能未来会延续很久，把这些人纳进来也是为了让这件事情延续更久，所以它会让你们决定的这件事情更永续的发展。
重点是共创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是，不知道大家刚刚有没有感受到，就是真心想要一起做什么，才有办法共创。如果你的，有人在录音在 repeat 吗？是我的金句播放吗？对不起，好，就是如果你的 desired outcome 是这些来参加的人都没有办法做一些什么事情，你就没有办法想出一个 desired outcome。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如果今天之所以为什么带帐篷很难带，是因为其实你们今天讨论了瘦肉精，讨论了捷运，其实你们都没办法做什么，所以这些东西都会沦为一个纸上谈兵。那你参与的人就会觉得我来干嘛？所以共创的关键是你要真的，你的 desire outcome 是这些人可以决定的，这些人可以讨论的，我们今天讨论的东西有意义、有价值的，他们才会想来，这件事情才有意义。所以如果我们设计的活动没有办法一起创造什么，一起做什么，那共创就会变成很只是一个有趣的过程，那它就不是共创最主要想要创造的事情。好，所以我们要很难，但要记住这些，就是少一点规则，让大家坐在地上，不要穿西装打领带，来的时候应该让大家都穿平底鞋。我们要伙伴关系，今天在讨论的所有人都是伙伴，他不是来挑战你的。你会遇到很让你觉得很难带的参与者，或是你会 让有一些人的意见让你觉得很被挑战或很受伤，或他就是抱着多咄咄逼人态度来的，你一定会遇到。或是你的老板，他可能想象跟你想象完全不一样，都会遇到。可是你要想着，我们是一起在创造东西，我们是伙伴，你的东西要有持续性，这个东西做下去不是为了2020年12月要结案，这个东西应该要有更远的内容，它的东西要有意义。如果你的 intention 很近，你就只是想要快把这件事情做完，那你就没有 desire outcome， 你就很难设你的 agenda。你要保持着开放的态度，就刚刚说，你要真的想要一起创造点什么，容许失败，这我觉得这在台湾是最难的。很多时候我们做了很多尝试，这些尝试没有成果，大家就觉得没有绩效，我们不用浪费时间做这件事情。可是我们这些过程都是一起在学习，一起找新的方式，它一定会有很多失败。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你们来说，可能 不一定是你们可以决定要不要容许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课程呢，我们要多找一些中高阶的主管来上，还有我们所有一般的公民，要可以容许政策会有失败的时候，它都是会有的。最后就是信任大于控制，就是这样子的活动或这样子的讨论会其实很难带。如果你们全部都坐在椅子上，我只要用讲其实更简单。可是我相信大家在这个讨论过程中可以互相学习，不会太吵，可以时间可以做好很多控制。你们应该也彼此相信，然后你们相信任我做这个时间的控制，这是一个互相信任的过程，所以不是控制。所以这些在你们做共创式工作坊或共创式讨论的时候都要记着，所以保持开放的态度，参与者保持参与和兴奋。其实我平常不是这样子的人的，我平常超安静，但你们都看不出来，因为我要保持兴奋。然后你的目标和解决方案尽可能贴近真实，这个一定很难，像刚刚猪肉精那个，我相信一定非常难，因为很难贴近真实。可是你要让每个参与者都有影响力，这非常重要。不要太贪心在谈场所，我今天有点太贪心了，我原本还设计了一个游戏，但显然都用不到。好，需要整理和休息。今天你们尝试完，你们学了这些，回去一定需要一点时间反刍，想一想为什么这些东西对你自己到底意义是什么，对政府怎么样是一回事，对你自己这个意义是什么。不要让参与者太累，我希望我没有让你们太累，没有让你们跑跑跳跳。不要觉得有些想法是很愚蠢的，在讨论过程中，因为你懂得，你可能在某一个领域懂得更多，所以当别人提出一个，比如说为什么瘦肉精一定要什么样剂量的时候，或是为什么这个捷运站不能挂在哪边的时候，或是开放政府为什么什么什么的资料不能开放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真的太，你到底懂不懂啊？可是你要排除这样的想法，因为每一个想法后面呈现的可能是真实，可能一群人都会这样想。当一群人都这样想的时候，这不是愚蠢的想法，这也不是偏激的想法，是我们要去想说，对，为什么？所以不要排除你觉得很愚蠢或很偏激的想法。好，我超时了，我这个我没办法做了，明天应该还有时间，有一个20分钟的动脑时间，我们再来做这个。好，不好意思今天让大家那么累那么辛苦坐在地板上，谢谢。